我要投诉助理的。投诉啥呀？他唱歌扰民。嗯啊，我唱歌扰民跑调，完了可能不太爱听。不是你同学是没打听咋的？我二林子是铁西豪嗓子啊？啊？怎么的？我的歌声就那么不堪入耳吗？再说了，妹妹，我要是唱歌跑调的话，对吧？那别人早告我了。那个二林子，你唱歌的时候旁边有别人吗？没有啊。姐啊，嗓子好不代表你能唱歌。这样，你先别说话啊。二姐，你这么的，来，整上那么一首，让我感受一下啊！我得掌握证据啊，是不是？不是你到底啥意思吧，于小脸？整两句行不行？上边山呢，整什么两句呀？我都唱整首的，我先走了啊！回来，干啥呀？刚投完诉啊，就走啊？多好的机会，唱整首，唱！听好了啊！天上的星星三倍，你唱那个，不是你唱，唱咋的了？换首清新一点的，改变一下风格。好好好。是谁在唱歌？温暖了寂寞。给我一片绿草，绵延向远方。站住！给我一只雄鹰，一个威武的汉子。站住！和着一起漂泊到天涯的交错。走吧，跑马的汉子，你威武雄壮。现在还想用真爱把我哄回来？走吧，爱情不是你想买，想买就能买。走吧，走吧，停停，走呀！停，听明白没？听明白了。姐啊，你刚才那首歌，简单来讲。就是爱情买卖的跳马杆自由飞翔了啊！这几首歌让你连的一点瑕疵都没有啊，是不是？别跳了，小脸，你刚才伴舞的事儿我就不追究你了，你就说说吧，这歌唱的咋样？这首歌唱的呀，动力还是很好的。哎，这首歌讲的呢？它有画面感啊，说这个人与草原，爱情与马就套在一块儿了啊，它就像个画似的，张力是特别有，看着画面就特别温馨。它，你是不是聋？啥呀？你是不是故意帮他？这话咋说的呢？唱的这么好，还用帮吗？哎、这咋就能看不出来呢？啥玩意儿？你是不是唱歌也跑调？笑话！只有唱歌跑调的人听跑调的人唱歌，才听不出来在跑调。哎，妹妹，妹妹，是不是觉得我们唱歌跑调的人就好像有缺陷似的？谁到了？哎，太逗了你，于小脸儿，给他整一首，必须以证我的清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听好了啊，于小脸儿接麦克，切。干啥呢？这让他唱，让我唱啊？不过不要紧。听好了啊，我给你唱一首，看着没？看着没？看着这是啥没？也不，你这是无线的麦克，看着没？啊、伤不起真的伤不起，听见了吗？这小味儿，伤不起真的伤不起，驮着唐三藏跟着大徒弟，良心有没有？你的良心够叼走吧，炸！万人人说几万里，什么样魔鬼怪，什么美丽花瓶，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。走，一起来，我带着去，化成一把火，穿上破旧那沙土地。干啥呀？我这刚悠起来呀、啊！说怎么的，刚骑上啊？这是啊！
我要再不给你抢过来，你这歌能唱循环了，你知道不？你咋的，一首歌能唱上一宿啊？我唱八宿咋的？我也没跑调啊。咋真的？太没跑了，妖孽啊你！那调能骑着白龙马跑的，你知道不？说谁？不准侮辱我的白龙马！我告诉你，我要唱歌跑调的话，别人就告诉我了。你唱歌的时候有别人吗？没有啊。来，还给你，我跟你俩伤不起了，让我走。什么干哈去呀、啊？我唱歌有毛病！必须给你纠正一下。我当时唱这个，干哈呢？叮当的，正睡美容觉，你给我崩醒了。哎，小倩，你来的刚刚好啊！来，来，哎，听着，来，小倩，整上那么一首，来，让他看看你是哪一队的。啥玩意儿？哪一队的？我少先队的。我还保安队的呢。唱上一首，这能不能唱？唱唱唱！我跟你说，现在出事了。李宝杰，你说我们唱歌走音儿不好听。扰民，不好听。现在都已经升级了，就咱们的歌声已经让人家快笑掉大牙了。牙丢了，你呛了不就完了吗？更可气的，他说我是妖孽。他说的对，你给我出去，出去对。能不能唱？不能唱，走。出去。蛮犊子，不好使。今天谁也不行走。啥玩意儿？咋呢？哎呦妈！歌手哎，别伤害，别伤害，你是一个不夜城。要问燕子你哥哪来？燕子说别伤害，别伤害。打你哎。归队吧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！你说的都是啥人呢？哎呀，人气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。爱情呀，李宝杰，你搁这干啥呢？咋了这是？妈呀，还是一趴呢？小伙子，你这狗挺漂亮啊！是，可招人稀罕了。嗯，我就跟他吧，我照了张合影，然后我就给发到朋友圈了，然后我把你那狗送到社区去了。是，我就看到朋友圈转发照片，我昨天从社区把狗抱走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大爷，我特意感谢你，给你买点小礼物啥的。你这不都买鸡蛋了吗？瞅瞅，鸡蛋钱还没给你呢，还扔啥礼物了？不要，不算啥，这是好吃的。哎呀，别！妈呀，答错了。这样我回去换去啊。哎，用不着，小伙子你就客气，到这儿别客气。哎呀，啥日子还有人给我爸送礼呢？有好吃的。哎，先尝尝啊。别吃。哎，孩子你先别吃。哎，不是，哥们儿，那个你吃的惯吗？挺香的。那是狗粮。干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还挺上学的呢。爸，你说你怎么还跟狗干上了呢？惯了。哎，爸，你看我一回家看有人给你送礼，送的是狗粮。哎，我这手机朋友圈里面发的全是你跟狗的合影。爸，你可火了。比标，你爸爸只不过是做了一件非常平凡的食狗不昧的小事，用不着这么热捧。还挺谦虚。可是人家没说你是食狗不昧啊。啊，那是说我啥呀？那咋说的？那照片飘底写的是史上跟狗最联像的人。不是，跟狗联像是啥意思啊？就是说你长得像狗。啊！别听他们瞎说，老伴儿，你说句心里话啊！咱俩过了大半辈子了，嗯，你说心里话，我长得像狗吗？不像。哎，都说你长得像猪八戒。我让你夸我了，我范奶奶，我觉得您对范爷爷的定位很准确。你上边去，哪儿有你呢？开玩笑，爸，咱不生气啊。完了，我就在这下面评论，我说这是我爸呀。对呀，那没人相信我。他们都不信。嗯，那咋办呢？说咱俩长得不像。是，我是故意不让你长得像我的。你要像我这样，更嫁不出去了。爸，这样吧。咱俩拍张合影，然后我发朋友圈里证明一下。行，好，我也发朋友圈。来，哎，看镜头。哎，摆 pose。看这边，爸。看这边，大爷。看这边，大爷。看这边，爸。你谁呀、啊？
谁叫爸呢？哎，不是，我谁？你不认识了？你谁呀？大学毕业晚会上，你是不是穿一个黄色的超短裙？对呀、啊。然后跟一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玩了一个游戏。不咋帅呀、啊。那就是我。大马蜂。嗯啊。两只小蜜蜂啊，飞到花丛中啊，飞呀我我飞呀呀呀，飞呀我我飞呀呀呀，飞呀我我飞呀，啪啪！我我我，怎么的？不是这，他你男朋友啊？不是啊。别打我，干啥？干啥玩意儿？不是男朋友，胜是男朋友。哎呀妈呀，剩死的，那是因为我没来，我要来了你就剩死的，知道不？吹吧你就行。我跟范爷他谁呀、啊、就是前两天我捡条狗还的了。啊，你还他一条狗，却引来一只狼，还是个大色狼。你闭了吧，你说谁是色狼呢？我看你才像色狼呢。范爷他说我，他说的对。你也说我，我发现了你们谁也不稀罕我，就我爷隔壁老王稀罕我。你爷稀罕你啊？啊，那是你爷实在没啥可稀罕的了。哎呀，范奶奶，哎，他们都不稀罕你，奶奶稀罕你啊。谢谢奶奶。哎，不过奶奶得说你两句。你也说我、啊？你听着，你呀，以后别看着小美丽跟哪男孩在一块儿，你就逮个大醋坛子抱起来了。啊，那我都看出来了，人家就是同学，是不是？爷们儿点，剩下你叫他差啥呀？除了这几样，我也没差啥，是吧？哎呀，别嘚瑟，好赖话你就听出来。小米粒，你今天有点过分了啊！哎，你还跟我们叫小米粒？哎哎，你爸叫你过来，来来来。这样了呢，儿子啊，你现在理解爸爸刚才跟你所说的一切了吧？爸，我理解了。你理解万岁吧？爸老惨了。大妹子，你冷静冷静，听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。说吧，我看你还有啥说的。大妹子，我们也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，活了大半辈子了，哪个人都有个性，都有脾气，谁想改变谁那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你们俩想加深感情，那就得互相信任。老钱，我们俩其实啥都没有，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啊？可是你就禁不住老是怀疑呀、啊、老是往那方向想，你与其让自己活得这么累，莫不如让自己活得顺心快乐一些。我可以不快乐，但是我不允许老钱身边有其他的女人。哎呀，我不是其他女人，你看隔壁老王。大妹子，大妹子，过来过来，歇会儿歇会儿。这才是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。王爷，你坐坐。我说老吴啊，你看咱俩啊接触时间不算太长，我呢也感谢你这么长时间对我无比的关心和爱护，是不是？你这个女人嘛，身上优点很多，是别人不具备的，但是你也有缺点，就这个吃醋，我实在实在受不了，我都做噩梦了。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心里感觉到格外的累。我相信，你跟我一样，心里也很累，对吧？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老钱，咱都别说了，咱俩呀是有点性格不合，就像这老大姐说的似的，咱都这把子年纪了啊，谁也别强求谁，也别改变谁，也别包容谁。我看呢，咱俩还是静静的考虑考虑，还能不能继续处？行了，我走了。哎，不是阿姨啊，你看你还带了东西呢。对对对，你那东西。哎，我说老钱，是不是心眼太小了呀你啊？假如咱俩要是分开了，咱们还是好朋友啊，你小看人了。我走了。哎，阿姨再见啊。哎，阿姨。哎，不是他刚才居然说我小看人。哎呦，他不是小看人，他是看小人儿。你行了行了，我去送送他啊。哎，你们别着急，我劝劝。谢谢黄阿姨啊。哎，大妹子。哎，爸，你没事吧？大妹子啊，我没事。媳妇儿，哎，媳妇儿啊，你愣啥神呢？那个，我就合计吧，我以前就够过分的了，这家伙比我还过分，这是极品呢。那个钱顺风，哎，我刚才反省了一下啊，我决定从现在开始，以后我给你个人空间。媳妇儿啊，你总算是想通了，一个男人是需要空间的，对不对？谢谢你啊。哎，
喂，谁呀、啊？妹妹。哦，哎，你等会儿啊，我回屋接啊，这听不清。顺风，哎，把它干了。妈给你熬的，你看你，快点的，要不，哎呀，我，哎呦我的天哪，你这是因为？妈妈，哎，哎，喝完了，哎呦，真喝了啊！妈，哎呀，你看看我二姑娘，是，可爱喝了，爱喝哈，啊，来，再来一碗，来。真的，这汤妈熬的呀、啊，熬了好几个小时啊，可好喝了。快来来来，再来一碗来。喝着呢，妈妈。哎，我在喝汤的时候能不能转过身去？你看着我不得劲儿。你说这孩子怀个孕还添毛病了。嗯，那行，我不瞅你，你喝就行啊，妈不瞅。行，不许转过来哟，转过来我给你喝了。一定不转过去啊，喝吧喝吧。哎呀。哎呀，他真是很好喝，你看看我这二姑娘，是二姑娘，你越爱喝妈越高兴。行了行了，行了、啊、可以了，那来来来，再喝一碗，可以了。来吧来吧来吧，这有啊，你看看熬这么多的啊，来，给妈喝了，这回妈不愁，妈主动的就转过去啊，不愁，喝吧，太好了，哎。妈妈，哎，太美味了，又喝了。嗯，哎呀，妈给你一百个赞。不是顺风啊，那二美丽喝鸡汤，你咋打嗝了呢？哦，那个我没吃饭呢。对对嘛，都让我喝了，他没吃饭呢。哎呀，饿了。你看这扯不扯？这还剩一碗，快你拿出来吧。不喝了。